哥，来一碗那个卤煮火烧。好的，有小份、大份的，还有全家福，看哪种。来个全家福的吧。全家福48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是大饼子是吗？对，死面饼，西方的。看着挺入味的那个。这个是牛心。牛心。对。这是牛腱子肉。腱子肉是吧？对。腱子肉还挺好吃的，里边还带筋子，带条筋的。对，它这个就是配饼子吃的吗？对，都是配饼配汤吃的。这个是牛肚，牛肚。这个卤煮火烧的话，需要煮多长时间呢？这个要小火慢炖5小时。5个小时呢？对，金香。还挺厚的那个哈。对，这个。网状的，贼香，贼好吃。最后还有个肥肠就没有了。好，你是卤大肠是吧？对。没有忌口吗？没有。那我正常给了啊。好。稍微多加一点辣就行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可以了是吧？汤汁浓郁，越吃越香。